终于大功告成了，来看看魔女亚欧大陆我带了哪些装备哈。我的 MS 已经改装完毕，昨天晚上已经连夜骑回贵港老家了，然后改装车的视频要晚点发哈。你看回到家一堆快递在等着我。这是一套新的四季骑行服，这个是一个新的头盔，这是黑冰700克的睡袋。骑行服骑行裤都是双层可以拆卸的，之前好几个朋友推荐说他们家衣服很舒服，确实面料很软和。看我之前穿了两年多的一条骑行裤，唯一的一条骑行裤，屁股都破成这个样子了。这是之前戴了两年多的一个头盔，也是之前唯一的一个头盔，现在换个全盔吧，平平安安。现在就是要胖胖了，拆快递收拾装备。拆快递就拆了整整一天，因为要边拆边试，确保每一样东西都能用。来看看魔女亚欧大陆我带了哪些装备哈。主要是露营装备、魔女装备、拍摄电子类生活用品。先来看一下露营装备，喜马拉雅的帐篷和蛋巢垫，还有喜马拉雅的一个露营灯，非常小，黑冰700克的睡袋，这边是一个汽油炉，然后装汽油的，女魔头带锅了，我就不带锅了，但是我带了一个电煮锅，住电的时候可以烧水煮面煮粥煲汤。夏德的三角包可以放在油箱上面。再来看一下魔女装备哈，这是一套 Richard 的骑行服，四季骑行服，这是外面外壳，然后内胆，还有一个围脖，冬天的时候可以围着。头盔 LSR 的全盔，然后还有一个头盔蓝牙耳机，还没来得及装。这边是三副骑行手套，一副冬季的，两副夏季的，因为夏季的使用频率高一些，也怕外面丢了的话不方便买，我们手太小了。还有一个是冰袖护肘和护膝，就是天气太热或者只是周边出去玩一下不想穿骑行服的时候，就带这个护膝和护肘会方便一些。还有一个拓驰的超轻薄的一个雨衣啊，这边是一个应急的充气搭电宝，就是轮胎没气了，电瓶没电了的话可以用它来救急啊。这个是快捷绑带，我最喜欢的。然后是一套工具刀，这个是头盔锁，一些防晒的面罩、口罩、头套。这里就是拍摄电子类的，大疆的无人机，一个索尼Alpha 600的小微单，用了三年多了。这个是 X4 Insta360 X4， 然后是一个大的三脚架，一个小的三脚架，一个迷你的随行补光灯，这边一个麦，一个收音麦，然后一些线转接口啊，然后读卡器啊，多口的充电头、充电宝，国际的插头转换器。最后是生活用品，先是一个必备的吹风筒，然后这个是烘干袋，就是可以给衣服烘干的，配上这个吹风筒一起用。然后泡脚袋是我出门必备的，一个薄的羽绒服，黑冰的，然后这边是一些换洗的衣服、洗漱用品。然后最后来看一下啊，新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蒋勋先生的《写给大家的西方美术史》，还有一本《欧洲史》，出发前补补课哈，不然看不懂博物馆。然后这个是一打明信片，就精挑细选了很多，就是中国的明信片，然后出去可以送给老外朋友们。最后还是带一个小陶笛吧。最后再来看一下我的四双鞋子，我的星战靴、骑行靴，骑车的时候要穿的，然后这个马丁靴，休闲的时候穿的，一双小白鞋，跑步的时候穿的，再加一双出门必备的人字拖啊。好了，准备装车出发了。